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5:10啊。咱今天没有去龙园啊，我今天来太平桥这边把车里面的橘子甩一甩啊。来早了，现在市场还没上人呢，不知道哪块有空位啊，咱这等一会儿。好多商贩都没来呢，这应该是卖衣服的。不知道哪块有人，哪块没人啊。啊，你这卖啥呀姐？我卖衣服的。啊，你这旁边有没有人啊？我的妈，这嘎全是固定号卖完了，不知道来不来呢，我现在还等着呢。全是固定号啊？对，人都买完号的了。这嘎子就是卖衣服的号，这个号。哦，你这也是买完的？我这个我没买，但是我使的是卖菜的，是我家邻居的号。啊。一直到那边都摆都那啥了，你就瞅一眼吧，一会儿他们不来你就摆吧。这嘎子一直到那大车那全卖号，昨天卖的。卖完了。都卖完了，你这干？这一号多少钱呢？天天来哈、啊。这一号多少钱呢？卖号那个。嗯。你卖号常年的，你买一天他能干吗？常年多少钱呢？这一号。常年不知道啊，他们是挑1500块钱好货，完了来一天给一天钱。谁买的啊？我卖那个水果，卖水果。是去年卖小鸡儿那个。没卖小鸡儿。啊，我说去年冬天。啊，没卖过小鸡儿。我就再往从这儿再往后，从那白车再往后的话，太偏了。那你就等一会儿，你要不着急，你就等一会儿。这家的跟前人都不一定来。等一会儿。对，我看那个53号文件了，说早市没说啥样，夜市好不让。不能关，永远不能关，夜市只能去关。夜市关了是吧？商场都关。这家太吓人。各大商场吗？啊。是有商场。我呀。关。不知道啊。我看游戏厅啊，什么棋牌室啥都关了，对，饭店都布置堂食了，不行堂食，这不是不就严重了吗？早市没事儿，早市关不了，因为这是民生，对，超市尽量不去，我都他妈的这些年都没好好去超市，我昨天进的货给我也吓够呛，我昨天去上马克威进货也给我吓够呛。上马克威啊！不说还心行了，不说不去。哼！给你一个机会。行，就租给他得了。九啊！你来了就开张哈。九啊！给他。你就给他10块钱得了，他租你号。他要租你号。给10块钱得了，他就他便宜呢。你有2米够吗？啊。我卖那个橘子。你咋没有橘子？我三哥没有啊，还是三哥跑了。不来，不来。你卖啥呀大哥？我卖砂糖橘。你卖砂糖啊？我卖沃柑。俺卖土豆，你们谁土豆也都不靠你。他告你提出来你就死了那个。那我就在这得了呗，我给你10块钱呗。啊？10块钱呗大哥还。20。你问问他。我10块钱得了呗大哥。我就10块钱我就不动他了。你空着也空着，大哥。我空着我也不干，10块钱我凭啥有啥用？那是那些大姐，一会儿就来，实在打开些大姐不耽误，你都白整。啊。好呀，对，来再说，来我再装车呢，完事儿。行，我就告诉你没别意思。行，大姐，行，我是装快。来，4斤10块钱。现在5:50了，朋友们啊，咱寻思站在货车前面给他10块钱，不干，非得要15，然后把车倒来了，摆这儿得了啊。那大姐说卖鞋大姐的号，卖鞋大姐的号，她来的情况下，咱再换地方。啊，现在5:50啊，现在天亮的真早啊，家伙，好多商贩还没来呢。来，4斤10块，沃柑4斤10块钱，就这点了，来。先拿出来3筐，看大姐来不来。等一会儿，大姐要来的话，咱再收；她要不来的情况下，把车里这几箱全绑下来，啊，争取净手她呀。13.7斤。哎呀，100的哈，开仓就来个大红贴。卖啥大哥这？豆芽。啊，豆芽啊。
来，大哥卖豆芽的，卖鞋的大姨真来了，然后咱往这么串串啊，往这么串串，车正好停这儿。来，四斤十块，握杆四斤十块钱，老赖。来，嘎嘎甜，四斤十块钱。拿吧，大叔，就这几筐，谁买谁合适。四斤十块钱，啊？那都贵了呗。对，那都是自己拿，那都是自己拿，自己拿。来，四斤十块，四斤十块，握杆四斤十块钱，就这点了，赖。来，四斤给十块，四斤给十块。来，抓紧时间挑，抓紧时间选，四斤十块钱，上秤，大哥，那秤。四斤十块钱，十二块二，十二块二，来四斤十块钱，四斤十块钱，哎，这还挺讷呢。他呀，你婆婆他都嘚瑟，他就这么个讨厌狼呀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又来一张大红边，没零的啊？我看看，没零。十二块，十二块二。那行，我找你得了。找吧，找你吧。甜的，他刚买一兜，然后买完之后尝，这又要一大兜呢。握杆24.9，哥。嗯、来四斤十块，四斤十块，没有吃的来四斤十块钱，握杆四斤十块钱。这有袋儿来，谁挑来自己拿袋儿挑来，四斤十块钱，就这点卖没就拉倒了来。四斤十块钱，我让你挑你，对不对？就这点儿，四斤十块钱。随便扒拉，随便选，四斤十块钱了，来，来就这点，四斤十块钱了，来。行行行，谢谢大哥。四斤十块，四斤十块。来握杆。25元。就带来大哥自己挑来，给那个大哥也拿个袋。我就给他。行，一起的。来四斤十块钱，四斤十块钱。握杆嘎嘎甜，一点酸口都没有，橘子当中的天花板。四斤十块钱，是不大哥？橘子当中的天花板，四斤十块钱。来，就这几个，就这几个了，来，就这几筐果，四斤十块钱，就这点了，来。11.8，你的大哥，就来那几根啊？6.5。行行行，六块钱呢这。四斤十块，大哥整吧，就这点了，来，随便挑，四斤十块钱。5毛，再给我5块，好嘞。多好，整数。来，四斤十块钱，四斤十块钱。来，就这几筐了，来，四斤十块钱，随便挑来。微信收。好嘞，好嘞，大哥。11.8元。果拿了，果别忘了。来，四斤十块钱，就这点了，来。来挑点，大姐，多甜呐！千载难逢，百年难遇。上哪买去？那今年握杆丰收了，去年都7-8块钱一斤。那个是8大杆，他俩不一样，没买。那肯定不一样啊！没买8大杆，型儿它也不一样啊！这是纯甜口，那8大杆也甜。但是甜来4斤10块钱，四斤十块钱，来四斤十块钱了，来10.05，再给5毛姐，整整好好，不多不少，5毛钱，摘上了。好了姐，来4斤10块，四斤十块钱，就这点，四斤十块钱了，来，四斤十块钱，就这些。22没你，22。20得了，你这啊？那能行吗，姐？我这都不一分钱不挣，一分钱都不挣，你们2块2块抹。一块钱。抹不了，姐，抹不了，真抹不了。那不要了。最低那你就不要了，姐，没事，你就不要了，卖别人。7.1块，4斤10块，就这点，随便挑。10块钱，你就给我7.1吧。收款22元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啊，行，没事，22。10块钱得了。给我2块，给我2块，找你5块有没有？这袋自己拿起来，这袋自己拿来，找你5块。收完了，姐。这都是识货的，19.1，姐，19.1。再添一个，凑20块钱，四斤10块钱。
沃柑，沃柑，嘎嘎甜，橘子当中的天花板，最好的了，随便挑，就这几筐了，拿吧，大爷，往上放，20块0.2毛，啊，有零的就给我，给你袋儿来，你那微信呢？微信这呢，微信扫码你就给我转过来得了，姐，啊，啊，是不是姐？都不容易，我这本身卖的就便宜，一分钱不挣。来，4斤10块钱，4斤10块钱，随便挑了，来，4斤给10块，10块给4斤，4斤10块钱，沃柑4斤10块钱了，来，来，4斤10块钱，4斤10块钱，沃柑4斤10块了，来。从哪里？从哪里？你就给10块钱，这150个，150个，卖15，啊，对。就是走着卖呗，你不能干啊！一天能卖多包，大哥？卖不行。你这摆上摊儿啊？摆摊够满。啊？卖不行。多整点，我去年我也卖这玩意了。今年不行，你家家都有，一天卖不到，卖个十，一天卖个10包8包挣啥呀？汽油没屁了。对。你这个交30-40没了，啥啥？对。不是，家家都有，关键。家家都有。对。来，4斤10块钱，尝了吗？你尝尝我这个，你尝尝。明天来不来卖了？你不卖了，就这点，就这几筐，能天天赔钱卖吗？咋样？水分行不行？能咬动？能咬动吗？5块1，2块钱一斤，大爷。5块1，5块1，2块钱一斤，2块钱一斤。买完了，没有零呢。这是247块钱的现金，朋友们，还有点硬币啊，卖了不到250块钱，微信还收了100来块钱，卖了300多块钱，车里面还剩2筐橘子，但剩这2筐橘子，得有大半筐，估计得扔了，多少钱都卖不出去了，最后我都10块钱5斤卖了，那也没净手，啊，这点橘子咱是掉坑里了，然后最近有好多私信朋友啊问我想卖水果的、卖菜的，我想在这里。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定要慎重，朋友们，我这次这个货没赔上嘛，但是也没挣着钱啊，也没挣着钱，掉坑里了，所以说一定要慎重，朋友们一定要慎重。现在摆摊而言的情况下，市场感觉都就是这次疫情吧，感觉市场都停滞消费了似的，除了卖菜的，剩其他的卖啥都不快，我看啊，我对面卖草莓的好就卖2筐，后来10块钱啊，15块钱2斤，然后后来是7块钱1斤，我还卖了点，那7块钱1斤还能挣钱了吗？加筐皮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想摆摊的朋友们，这个时候想进来想卖货的啊，卖菜呢可能还多少还能卖点，但是卖其他的，卖水果吧，咱这次是没选明白，掉坑里了，再怎么说呢，一定要慎重啊，一定要慎重，真的挺难的啊。咱回家了，朋友们啊，回家了。